这工课做了哦，你不来去找小头好啊？我今日哦准备一个礼物想要送你啦，不过我惊歹势，所以你不要来给我。 你是咧歹请啦？欸，啊要烧电就烧电啦，咱真了就咱在台湾啊，应该欢喜啊对啊。迄是你啦，你叫想我毋知影你咧想啥啦？谈恋爱，你阁会想要转去哦？我看你是足甘愿留伫遮啦，上好逐工烧电啦，真是真嘛无？欸，你这是安怎啦？啊，姜我是甲早大去恁头壳顶哦。 你发去哪大啦？你想啥？我知影啦，是毋是因为我最近咧谈恋爱，迄个你想着美人？好啦，歹势啦，我毋对啦。 咱一出门就几啊冬啊，迄种罗汉脚，会了解咱即种有家啊为难的人啊。老爸老母年岁有够样遐大，即马嘛毋知是安怎。张家辉啊，我一想到我就烦恼的。 还佫有阿辉的代志。 真正是毋知影，要安怎甲阿母安，要阿虎怎交代？对啦，你烦恼的，应该是比我侪啦。当初，若是这世的毋是阿辉，是我。 红啊，你有袂想好啦？阿星，咱两个人兄弟一场，我拜托你一件代志，你答应我。但是我甲阿辉同款，正事伫遮，我拜托你。 照顾我全家伙啊，尤其是阿甘，你答应我。你莫有白讲话好无啦？这小可代志你嘛做袂到啊？恁兄弟这么侪年啊呢，你答应我啦。好啦，你莫有白乱想我啦，无代志啦。你做袂到是不是？那你走，你上一边去啦，去找你的小头啦。谈恋爱，去啦。 我有话跟你讲。
绣好了吗？好了。这是绣衣服的钱，你身上看有没有错？没错。谢谢。喂，小桃，你先不要回头。我怕你一回头哦，我刚刚心里面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，就搁又散去啊啦。小桃，我三天没见到你，我心里哦有好多好多话想要跟你说呢，所以我把这些心里的话全部都写在那信里面的啦。在想哦，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常见面了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每一天都写一封信给你。小桃，我希望你可以明白我的心意，接受我对你的感情。怎么样？现在觉得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。真抱歉，一个男人居然要女人这样子来安慰。别这么说，安慰人是女人的天赋，男人啊，大多学不来的。更何况，想家跟挂念人是不分男人跟女人的。谢谢。你不要客气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依靠，再强悍的人也是一样。小桃，我不是说不用再送鸡汤来了吗？怎么越送越多啊？不是啦，这一盅是给表姐你的，这一盅是给……是要给谁的？这一盅是要麻烦表姐你帮我交给……给郑重生啦。好啊。你这丫头，什么时候跟郑重生好上啊？这些日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快给我从实招来！我哪有，表姐，你不要胡说了。我胡说？你没跟人家好上，干嘛平白无故送人家鸡汤啊？就……哎呦，表姐，你帮我拿给他就是了。还是发不动吗？什么事都不行了，你们又不透气，我在鸡袋里面都快闷熟了。哎，你们说这战车到底修得好还是修不好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都快成步兵了啦。我觉得啊，就差你们一脚了，因为我真的有那种感觉。
如果凭感觉有用的话，我还倒不如去求熊爷爷告诉熊奶奶有救。我说，爷爷，咱们熊祖宗爷爷，您一把年纪了，可别老躺着，该起来活动活动一下筋骨，暖暖身子了，别给咱丢脸啦。是不是花疯了？是发疯，不是花疯。熊爷啊，要是你再不醒，咱们可会被长官处罚的，你可别让咱们挨军棍、吃板子、丢熊家人的脸。你这熊牙，我还给你系一条红绳，我帮你戴上。现在呢？牙也给你系上了，咱们坐上你啊，你就要有如猛兽出闸，挡住千军万马一般。可别在这里像个缩头乌龟，一动也不动啊。你这缩头乌龟，大狗熊，你害死你们孙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根本一点不中肯，也不中用。你这个怕打仗的大小鬼！下来吧，你们别走了，哎哎。